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聆听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幸的请来了国内非常优秀的音乐团队，就是 TF 嘚瑟。那让我们掌声有请 TF 嘚瑟来。可以小一点了啊！不是，您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？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！哎，来，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， 我是 F。那甭问啊，你就是嘚瑟呗。好了，三位坐吧。非常。不是你们仨是被辐射了是吗？这边这边哦，这能坐呀？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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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来，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！是。那么今天呢，不是三位，你们不用这么拘谨，我们这是一个访谈节目，放松一点，就像在家里面一样。就像在家里一样。三位，我是让你们放松，我没让你们放肆啊！来来来，三位现在是非常优秀的组合了，是，那么组合这个词真的不敢当，你就真谦虚。对，那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？天团。三位呢，现在已经是国内超气人超人气的天团了。那么我想问一下三位啊，你们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也下了不少功夫吧？那当然了啊啊！我先不说我的这个搭档，就说我啊，别人在睡觉的时候，您呢？我也在睡觉，这不废话吗？但是我起得早哦，我每天5点钟起床练功，练到6点，练1个小时啊！嚯啊！要不然我今天能有今天的这样成就吗？是是是，对我问一下啊，那么三位从小都怀揣的是音乐梦吗？这个我先说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小女孩，从小吧我就比较爱美，所以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 model。 不是，你这孩子怎么骂街呀？怎么 model 模特就是模特确实很漂亮啊。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啊是想当一名人民警察。哦，当警察？对。哦，高考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。那怎么没考上啊？差600分。600分？对。那您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啊。谢谢。哎，别谢了别谢，还挺客气。那么大家也看到了，三位的梦想啊，从小的梦想确实不一样。一位呢是想当模特，一位呢是想当警犬。谁想当警犬啊？谁想当警犬呢？对，警察。警察。对。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呢？哎，这个说起来就特别有意思啊。说一说。因为我们三个呀都特别的喜欢小动物。对。哦，是小动物结缘。对。小狗啊还是小猫啊？小乌龟。是因为小乌龟。对。啊，那小乌龟怎么会结缘呢？你这样哈，有一天早上吧，我上早市去溜达，完事之后呢，我看我姑娘哥搁那卖乌龟呢，我说来两只，就这么的咱俩就认识了。来两只。哦，原来您是在早市上卖王八的。对对。卖过王八啊？哎，那王老师，我们谁王老师啊？谁叫王老师？我姓郭。哦，郭老师啊，郭，对不起啊，跟王八串一块儿了。郭老师，那么，那您跟他是你们是小乌龟，那么跟彬彬有什么关系吗？啊，我从他那儿上的货。啊，我是养殖户。哦，您是养殖户啊？对。哦，那我问一下，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小乌龟啊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慢慢悠悠，慢慢，可是我不敢养，我老怕把它养死。怎么可能呢？那玩意儿老好养了。是吗？并且寿命非常长啊。这么说吧，要是养好了能送你走。发现这仨人不会聊天，这仨人。那咱们换个话题吧，别老说这乌龟了，好不好？人家以为我们是养殖节目呢。好。说说音乐吧。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三位现在怎么看咱们国内的音乐呢？我觉得现在咱们生活啊，这个人呢都太肤浅。哦，浮躁，太浮躁，很多歌词也非常的肤浅，是吗？啊，你比如说汪峰有一首歌，春天里，啊，当然了，由于我跟汪峰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就不说这歌是谁唱的。你比如说有一首歌，什么歌啊？春天里，这歌很好听啊。这个词我觉得写的就非常的肤浅，是吗？我给大家唱一唱啊。春天里那个白，不是这歌啊，不是这歌。
汪峰啊，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、啊，但是长大了不唱这歌。对对，如果啊，哎，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，请把我埋在春天里，春天里。这不挺好的吗？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什么问题啊？夏天死怎么办？你搁到第二年春天再埋，那就不新鲜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这也不是您管的事儿哈。是。那咱刚才说到春天里了，那么三位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歌啊？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呢出了一首新歌。哦，新歌啊，这是英国的这个大师给我们做的一首啊，这个歌叫这个，好像是叫初夏、啊，好像是深秋吧，是清明吧？不是，会不会是暖冬？四季。好好，这首歌叫四季。对，好，那您今天给我们唱唱您这首歌四季好不好？今天唱不了。为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们节目组没有跟我说让我们三个人唱一首歌啊。别，这啊不是，主要是我录你们一期节目给我30块钱，我觉得不太划算。对啊，但是我说实话啊，您看当年羽泉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，别跟我提羽泉，我跟你说不能跟我提羽泉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当年我们三个人跟羽泉我们同台演过出，哦，同台演过出啊。那怎么着？羽泉他们出场费多少钱？多少钱？180，哟，才那么便宜？我们仨啊，200，比他多20啊。对呀，嘿，现在就过了8年，人出场费30万，不少。我们仨啊，200。不是，我说各位，你们乐什么呀？这不能乐吗？不是，我们仨这叫能耐呀？什么能耐呀？那8年了，你仨没掉价。咱也不说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对。那么刚才说到8年了，那说明你们很有默契了。对。那这样，咱们看看你们默契好不好？啊，行。咱们做一个小游戏，叫你比我来猜，商量一下谁比我谁猜，好不好？行。刚才，哎。好，哦、就这么着。好，来，好吧，哎，这个你比我来猜，确实你们合作了8年了，对哈、啊，对，这个那么这8年呢，产生了很多的感情，所以呢，做一个小游戏，好，来，哎，我喊三个数，咱们3、2、1开始，您看题板啊，好嘞，哎，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穿针引线，穿针引线，谢谢，谢谢，别谢了，哎，干嘛呀？别嘚瑟了，在这儿，这都给说出来了。穿针引线，你比我来猜，不是你说我来说，知道吗？得你比划他来猜。哎呦，他来猜不让我说呀？那当然了，那这有难度啊。是啊，这有什么难度啊？这个，来，试试吧，来试试吧。来，开始。那这个啊，这个怎么形容啊？这个过，这个呢过。过，哎，没问题。动动脑子行不行啊？别过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有难度，像这个来，开始。汽车啊，十字路口，然后走到这一个，他必须得看到，他才能往前走，反正都是带颜色的。过。哎，分别过了，再过节目结束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来，好，这个最简单。哎，动物一个字，青蛙一个字。哎，这个看我给你学，看啥？啊，去去去干嘛呀？不是这，咯咯咯，狗。Yeah！ 张婷。谢谢。这俩人鸡狗不分，这俩来换一个。好，这好，他这个职业跟他一样，主持人啊，不是刚才那个，刚才那狗啊，五个字连起来，主持人是狗，耶、yeah！ 谢谢，别玩了，怎么了？你们这太没劲了啊！一道题你们俩都答不对啊！不是哥，这有的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？哎呀妈，这家给我累的，终于不用陪你俩嘚瑟了，哎呀妈！不是怎么了？这闹钟什么意思？是这样，哥。咱们圆梦公司啊，给您二位定的圆梦计划，圆您一个主持人梦，圆您一个歌星梦。对啊，这您给的钱正好是这些时间呢，咱得按合同办事儿，不是？我咱给你加钱呢，哥，这钱的事儿不是钱事儿啊，我俩现在要上趟邮局把那钱存起来。你看这。
不，这点钱还用存呢？哎呦，哎呦，这没见过钱呢，这是。别抠抠缩缩的，行不行？咱这儿有钱。对，给你钱，咱家。哥，我俩真有急事儿，我俩要把那些钱呢汇给贫困山区的儿童。不是啥意思啊？我们这个圆梦公司啊，不仅呢可以圆大家的梦，也想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圆梦的贫困山区的孩子，去给他们一个圆梦的机会。生活在城市里无忧无虑的我们，或许根本无法想象到生活在贫困山区里孩子们的生活状况，而如今呢，有些人肆意的挥霍，而我们呢，就想让这些钱变得有点意义。我们知道这些钱或许无法彻底的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就想做些什么，哪怕是一点一滴。哎，你瞧瞧人的觉悟，你说你上这儿圆什么梦了呀？废话，你要不给我掏钱，我能圆梦来吗？这么着，妹妹，那个什么，你们去哪儿？哥开车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俩坐地铁就行。不邮局吗？我们开车送你一块去。我跟你们一块去，我们也想献出我们的爱心呢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